有哪些举动是你很想挑战但是却还没思考思考北入去扣烟南部去扣烟南部去扣烟一夜插播看掉脱掉上衣昨天我们房一个把你当作镜子就是我一样你的封面跟他很像他怕粉丝拿错真的啊很多人都说他像这个维里安欸对啊他比我帅多了啊就让我们老人家嘛对你来讲的话现在感觉你要回到昔人的感觉上一张有那个感觉那这一次就放得很开了反正就自然一点 Nature 我的 feel 嘛可是有哪些举动是你很想挑战但是却还没有我很想但是我真的有人靠音南部靠音南部靠音一夜插播看掉脱掉上衣了像街巷我不是说他有一首歌他有提到我的名字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吗他不是有提到周星哲吗对啊那也有提到我有吗有啦他说我疯了对我是疯了对我是疯了真的啦我有看不务正业我觉得很好看耶你还碰到甜蜜点这超好笑的多有缘啊他素颜耶对啊他素颜哎呦那你不像你不是在台东啊你今天回来我就在那个角落上素颜是还不怕的呀，而且我还宿醉了。素颜，还宿醉，然后还有宿便。没有宿便，没有宿便。没宿便，也许你会觉得节日还没起来，可是我觉得内容来讲，它节奏是很 OK。你像，他也是我外甥啊。那最近就是自己唱、自己录音，然后抖音这样子录，才播两天，有一首歌就就点阅率20几万哎，靠腰比我还高了。但因为这开完刀之后，我不行。你像最近他们工作同仁们很认真的帮我排了很多通告，要死！我有一天真的早上起来就荡到这样。然后后来他们现在就是。弄一天，然后帮我休一天，这样集中在一起，这样也不好，因为集中会更早起来，你知道吗？有啊，我有自己的心思，对。